儿子，儿子，动了，他动了一下，进来，快进来。来，坐下。哦、快叫爸爸。啊？啊、哦，叫爸爸，这是在救人，你什么都不要管了，快叫爸爸，叫。哦。叫，快叫爸爸！爸爸，大点声！爸爸，爸，我是你儿子，你听见了吗？爸。十八，爸，你听见了吗？包厢在叫你，你儿子在叫你，听见了吗？爸，你听见了就动一下手指。我是你儿子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只有让高阳爱上我，我才有办法接近你，替我爸爸报仇。高阳，怎么样？找到你的真命天女了吗？我跟你说，真正的艺术品是能打动人的心的。在我心目中的真命天女，是要有春天的温暖、夏天的热情、秋天的羞涩和冬天的沉稳，懂不懂啊？找七仙女啊，太费劲了。One Night Stand以后，谁还记得谁啊？你当你是温莎公爵在世啊？不是啊，爱情是一种感觉跟触动，你懂不懂啊？如果没有那种心灵相通的默契感，那我宁愿游戏人间喽。我看仙女没找到，人间的美女可等不及喽。你要是让这些美女失望呢，可不是绅士所为啊。去吧，去展现你的绅士风度吧。啊，去吧，找你的仙女吧。高世邦，你还我命了！命了！高世邦，你还我命了！来，人参茶，补气的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让你生的那个宝贝儿子呕了一肚子气了，我还用补吗？我儿子不是你儿子，我一个人能生吗？你要不要公诸于天下，再上个新闻头条啊？你不可理喻你。哎，儿子，怎么样，找到小韩没有啊？
我整晚守在方家，就差没下跪磕头了。方伯伯就是不让我见小韩。我敢说，如果我当面跟小韩解释清楚了，他肯定会理解我，原谅我的。哎，明明自己做错了，还说得理直气壮的。你不要以为啊，你在外面搞的花花名堂我不知道。爸，这嘴巴长在人家身上，我不想多做解释。但事情一码归一码，今天发表会出了状况，我承认是我处理不当，有失误。如果爸以总裁的身份来处罚我，我认罚。但也希望爸可以一个为人父的角色来替我想想，好不好？到底是公司的利益重要，还是你儿子一辈子的幸福重要呢？这火是你自己不回房间的好吧？我为了拉你还被你踢了一脚，疼得我半宿都没睡着。踢哪儿了？踢。哥们儿大，不跟你计较。记住了，以后不能喝酒，别喝那么多。不知道自己酒品不好啊？你才酒品不好呢。你最好趁艾董回美国的这几天，马上把你身边见不得光的那个女孩打发掉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定好了遗嘱，遗嘱里边你是集团的继承人，所以为了你自己，为了属于你的集团，你要好好做下去。你不要逼我啊，改遗嘱将你的名字改成你弟的名字。你也清楚，集团的业绩不断下滑，那些股东们对我们早有意见了，现在又面临董事长换届选举，你要想胜出连任，必须依靠和 EMT 联姻。爸，我必须要牺牲自己的情感才能保住现在的位置，是吗？有得必有失的，你想清楚吧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定好了遗嘱，遗嘱里边你是集团的继承人。我到底算什么？开心和一坤都是你的儿子，你为什么对我们母子如此的绝情？你现在漂浮在海面上，海水将你心中所有的不快乐全部吸附而去，你的身心感觉到从未有的轻松和愉悦，你觉得自己仿佛已经重生了。好了，你可以醒过来了。这个上面有一个医生的电话，你去找他，让他给你开些药，只要你按时服用。Hello，Hello， 喂喂喂，
什么？他爸接走了？是我的父亲逼我嫁给一个中年丧偶的有钱人，逼不得已我才逃跑。太高了。这两天都去哪儿了？去找 Peter 啊。Peter， 你该不会忘记 Peter 是谁吧 ？Peter， 你敢出？小姐有什么吩咐吗？小姐，这行吗？我说行就行。去。是。我知道，最近我给大家的压力比较大，但是没有办法。为了公司下一届春夏服装秀，我们可以拿到可观的销售订单。我们必须拿出最新颖的创意设计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个行业竞争压力比较大。一旦创意设计失败的话，不仅会影响到公司的销售额，还会影响到我们在圈子里面的声誉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。还有，离时装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大家拿出新的创意设计可能比较难。我想了一个办法，不如这样吧，你们大家看看身边有没有好的设计师的设计创意，我们公司愿意花钱买下他的设计版权。哎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但是你们设计部的人还得继续设计。没错。好了，散会吧。他今天怎么了？就是。王董今天心情好。心情。魔鬼的温柔，不可信。王总，有人找您。谁啊？您请。